市长怎么看？因为现在民进党立委说这几个月看您的回复跟发言很像这个猴猴 GPT， 就是像机器人似的，还说您就是韩国瑜的降级版，怎么看？其实打造 ChatGPT 的奥特曼执行长说过，这个 ChatGPT 我们不能忽略它的影响力，尤其在劳动力、选举散播假信息。我们最要提醒的就是政府要预防，小心被有心人利用这个技术来诈骗或是来做不法行为。是不是想问一下，因为我们新北警近期在打诈还有阻诈试诈方面的做法是非常积极的，那对于民众防止民众受骗上当有没有什么样正面帮助？市长对于这些诈欺犯嫌有没有更有效的强势的一些作为？新北市在打击诈骗集团在这段时间比上期比较起来，我们在拦阻力提升了20%，那等于是从拦阻到5000多万，跟去年比较起来就让民众减少了20%。其实我们在拦阻力是做得不错，不过面对越来越嚣张的诈骗集团，我特别在这里除了要求我们警方要不断的强化打击能力以外，尤其要从源头开始追起，从金钱的来龙去脉以及背后透过机房设定了这些主嫌犯要一网打尽，尤其面对长期性以及暴力性甚至有集团性，我们都要考量，不但要加重其刑以外，更重要如果符合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也要强力的打击。打击诈骗绝对不能用一般的诈欺行为来看待，它是一个民众现在普遍在各地受害太多层出不穷，我们的手绝对不能则懒，我们的法律绝对要强化打击犯罪诈骗集团的量刑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。谢谢市长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时间关系，就是美国洛杉矶姐妹是要邀请您去参访，请问你计划何时去参访？没有，我们城市外交都一直在进行当中，是，所以各国的城市外交，新北市就算碰上疫情艰困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走出去。那今年一样，我们都会跟我们所有城市有外交的各个国家，我们都会继续不断的扩展我们的外交领域，让我们不管是姐妹城市或是其他的国家跟新北市更连结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时间关系，我们先进去这样汇报，谢谢大家。
用红怕火，我心中始终惦记夜雪的他们，然相拥的心思一样，对于家哪来保镖社会派中央大概有结论。Thank you.